大拿店112年无换户清记好人好事代表活动，是正伫大拿金山楼餐厅举行。店长柯友江、管理员江志明、吴思荣、店民代表会谢明随主席，甲多位代表、甲里长、家己馆长王章良莅临盛会，祝贺大拿辛苦的爸爸父亲节快乐！大拿店由国立推荐选出27位模范父亲，最高龄明华里85岁江水斌先生，代表着大拿店到官府表扬的是平拿里区坤基先生，是一位铁工达人，以专业的技术抚养4名子女长大。两名囡仔是合力经营脸书社团闽南大林大林镇，发觉大拿之水。好人好事代表甘明昌先生在家乡正是品质优良的往来，是大拿有名的往来王，热心公益，当年祖先观看。啊，我拢感觉讲啊，咱的台湾啊有母亲节有父亲节，那这两天的时间啊，和咱家的家里是谁，那可以利用这两天，那可以对自己的爸爸、对自己的妈妈说声感谢哈。啊，我感觉这个节日非常好，你相信真有意义啦哈。因为如果没有定这两个节日，有可能咱就无这个呀会当打爸爸妈妈这几个标杆。那总是时间到，大家想讲啊，烧酒，大家来招爸爸吃一个饭，来招妈妈这个吃一个饭，是啊，大家烧酒嘞哈，这位的啊。所以我想这两个节日还是非常具有意义。那提醒我们的子女大家爱尊重是大人，爱友好是大人哈。每一个里最优秀举荐出来的模范父亲，那对我们的社区也好，对我们大林镇内呢都做很多公益的服务。那我会感谢哈我们各里的里长的举荐。那另外今年我们很特别，我们的模范父亲里面呢其中呢年龄最高的是达到85岁的一个江爸爸，那我们呢也推举了一个县内的模范父亲邱大哥。那我想呢，我们透过里长的举荐呢，让每个里的好的一个模范的楷模呢，能够受到一个最尊荣的一个表扬。今年呢我们的好人好事代表呢，我们大美里的简明山简先生呢，从106年开始呢，就创办了咱大宝币八王府的慈善会哈，集很多众人的力量呢，扶助一些呢需要受帮忙的一些老百姓一些急难的救助给我们社会。店长柯友江表示，父亲是厝内默默付出的迄个人，在子女的记忆当中，总是内敛的表达伊含蓄的爱。但是在囡仔需要的时阵，父亲其实一直拢伫身边陪伴、照顾、提供资源、解决困难。爸爸就是家里是世最佳的 partner， 是家里是世的神队友。感谢伟大的父亲，给囡仔正向的能量、美好的情感联系，成就大人好家里，也造就了幸福大人的每一个家。谢欣欣、蔡明东、大拿店彩虹报道。你过马路哪穿甲安尼？哦，你唔知啦，即摆过马路注意险的，马路如虎口哎，安尼较安全。唔免啦，即摆过马路吼，若无礼让行人，有加重罚则，即摆变作安全的啊，你放心啦。安尼我着放心啊，安尼我着免挂吼，呵。没办法哦，我们现在就是要抵挡行人。台湾现在很多，你看过马路不敢过，你们看车来的怎样？所以我们是人让车。那现在台湾要整个要改变，我们原本就是应该车要让人。对啊，所以现在台湾要加重处罚了。如果你没有让人的话，那你罚款会很重。大家唔免惊，今嘛要过马路啊，不管你是塞车还是骑摩托车，一定爱扭。行路的人先过，那无会加重罚款的罚金哦。所以即马政府做重视这吼，所以所有塞车、骑摩托车的人，快到行人要过马路，一定要让他们先过。